大熱嘅 pet pet 公仔紅遍網絡世界，最近就俾我揾到一間烘焙店，會教授各種 pet pet 公仔嘅甜品。今日就等我嚟呢度學下點整啦！成啦 ，pet pet 公仔樣衰得嚟咧，又幾搞笑，唔知道味道又係點嘅咧？中間咧就夾咗抹茶餡，食落個味道咧都唔錯喎。如果親手整完，我嚟送俾人咧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㗎。大家都快試一下啦！